大家好，这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用火狐线上播放 MP3。 很多人都会安装百度音乐、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这些下载 MP3 的程式在电脑里，但这些网站都有提供网页直接播放 MP3 的功能。如果你只是想要简单听个音乐，其实不太需要安装程式。这些音乐网站我比较推荐百度音乐，音乐里面的资源比较多，所以本篇教学以百度音乐为主。首先打开火狐，选择精选扩充套件，在搜寻栏位里面输入百度音乐盒，按下右边这个按钮，选择允许，选择立刻安装。这一个就是百度音乐盒，点开会出现一个视窗，播放音乐时会缩回去，不占空间。我们点开百度音乐盒，因为我现在只做教学，所以用佛教音乐，在搜寻栏位输入阿弥陀佛在心间。火狐会自动跳出搜寻网页，将我们想要听的音乐打勾。想要马上听就按播放选中歌曲，想要等一下听就选择加入播放列表。现在回到百度音乐盒，我们刚刚选中的歌已经加入播放列表了，现在线上收听 MP3 的设定就完成了。左下角这里，我的云空间，这里可以将电脑里面的 MP3 上传到百度云，总共可以上传8000首，让你的音乐能够分享给手机、平板和其他台电脑。但是这个功能要注册账号才能使用。线上收听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愉快，谢谢。